在黄土高原东部有一个地方叫太谷，这里曾走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传奇的商帮。太谷和它临近的平遥、祁县、榆次同为晋商的发祥地，晋商创造了明清之际延续近500年的商业繁荣和地跨亚欧的商业版图。这里曾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北方的汉码头。日月轮换，今天的太谷，古老的院落还在，现代的楼宇比肩。当代科技的巨大进步，开创了现代农业的新格局。太谷农谷，全新的农业战略，向人们展现着太谷这块土地新的容颜。生意兴隆的街巷，浓郁的乡土气息，这里是太谷。太谷位于山西省的中部，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古老城池的青砖灰瓦，构筑成这里自然和人文的底色。关于太谷县名的来历，明成化版山西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以县西南有太谷，故名。古文中太通大，县西南有太谷，是说县西南有大山谷。这条长约60千米的山谷，悬崖壁立，鸟道崎岖，是古代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这是县内的白堰村，1956年，这里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堆积层厚达5米。遗址中发现大量器形各异的陶器，这些古人类的遗迹和器物，勾勒出4000多年前的太谷剪影。鸡城公园位于太谷城中心，是人们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鸡城的名字源自于3000多年前的一位先贤鸡子。鸡子是商朝的太师，曾劝阻纣王的暴政。鸡子的封国称为鸡国，都城就位于太谷县城以东15千米一带。今天太谷县城的主干道被命名为鸡城东街、鸡城西街。太谷人用这样的方式纪念先贤，把鸡子当成这片土地上的一种荣耀。同样被太谷人视作荣耀的还有一位母亲，长氏，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择邻而居，培育出一代儒家圣贤。太谷是孟母故里，孟母慈爱而伟大的形象矗立在太谷的母亲河乌马河畔，守望着这片土地。太谷从西汉开始治县，史称阳邑县，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也就是公元577年，太谷县城从杨邑迁至白塔村。隋代以后，县名改为太谷，沿用至今。历史上的太谷地瘠民贫，民国版《太谷县志》记载，民多而田少，皆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也正是因为土地的贫瘠，从明代开始，太谷人纷纷外出经商，从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业传奇。太谷县城四街八井72巷，以鼓楼为中心，辐射东南西三条大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这里曾有过的辉煌。孙志成，晋商文化爱好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太谷人，他对古城充满了感情。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几十年了，几乎每一块砖都有记忆，很有感情。在孙志成的童年记忆里，古城里的这些寻常巷陌，每一座深宅大院，都有着一段关于财富的传奇故事。有时候你的提算这些的原则后来都挖出过原吧，挖出过很多的原吧。当时的泰国人非常有钱，下地窖都不行。三多堂，太谷曹家的祖宅。曹家的祖上曹三喜最初是一个背井离乡靠磨豆腐糊口的庄稼汉。曹三喜做的豆腐质量好，十里八乡的人都慕名而来。生意越来越好，他却没有坐地起价，还是只取分毫的利润。只不过豆腐店的规模却悄然间扩大了。他雇来了伙计，把磨豆腐剩下的豆渣拿去养猪，后来又把赚来的钱拿去酿酒。慢慢的，曹家的生意从一个豆腐房扩大成了杂货庄，后来又有了酒庄、钱庄。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行，途经太谷时已经落魄不堪，不得不向当地富豪筹措银两。曹家听说了此事，主动拿出一大笔钱借给慈禧，慈禧一行这才顺利抵达西安。回京以后，慈禧把一座金火车头钟赏赐给曹家，算是给曹家的还款。这件法国人进献给清代乾隆皇帝的金火车头钟重达42.25千克，每到一个整点，车头顶上的白金铃铛便会自鸣报时。得到清宫珍宝的曹家声望愈加显赫。曹家生意最鼎盛的时候，在全国经营的商号有600多家，资产高达1000余万两白银，总雇员达37000多人。商业繁荣下的太谷交易十分频繁，
现银支付的传统方式使买卖双方不胜其烦，也极大地降低了商业活动的效率。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太古人开始在交易方式上做出创新。交易时先记账不付款，约定一个时间将多笔买卖凑到一起结算付款。这样的方式极大地减少了现银支付的次数，也减少了现银支付的麻烦。它一经出现便很快被广泛采用，结算的时间也逐渐统一成春夏秋冬的四个时点。后来这种方式也有了约定俗成的名称，叫做标期。就这些银啊，到了泰国以后重新就铸元宝，元宝要花了这个银子以后重新铸元宝，这个元宝呢叫周星金宝，通过银楼铸出来以后是998的成色，啊，成色最好，又是周星金宝，就全国通兑。因为是集中结算，每到标期日，各地汇集到太古的银两堆积成银山银海。明清时期，有官造银，也有私造银，成色各异的银两给商业活动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于是，太古人又开始对元宝制定太古标准。铸银的模具由几个大家族轮流保管，保证所铸元宝规格统一、成色充足，共同维护太古商帮的信誉。太古造银元宝不断流向全国各地，太古历史上因此又被称为白银古。太古呢，过去叫金太古，银岐县，腰城一面到榆次县，有这样一个民谣。为什么叫金太古呢？就是说金融业的发展是太古为最。商业的繁盛让太古不断创新出新的交易模式。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73年，中国第一家票号至诚信在太古设立。从此，海量的银两可以用一张汇票实现汇兑，太古商人的足迹也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太古城里几百家商号，分号遍及海内外，行业涉及药材、绸缎、皮货、布匹、典当、粮食等。公元1904年，山西总商会把会址设立在太古。从食不果腹、外出谋生，到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太古人靠奋斗改变了命运。从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到创新模式引领潮流，太古人靠智慧缔造了传奇。穿过老街的几条街巷就是太古的早市，王勇总是早早来到早市挑选新鲜食材。从16岁拜师学艺开始，王勇从事烹饪已有30多年的时间。他的师爷是当年太古曹家的总厨，王勇的厨艺就传承自地道的太古商帮菜。太古商帮菜与明清之际晋商的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清之际的太古商业繁荣，
财富让太谷这个略显偏远的北方小城成为了当时全国的经济重镇。不管是各地商号的掌柜去给东家交账，还是南北的客商前来结算货款，来到太谷后，一餐接风的宴席总是少不了的。清代山西举人刘大鹏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描述他在太谷见到过的宴席：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客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诸美味也。太谷商帮菜讲究选料的名贵，越是稀有的食材越能够彰显主人的富足。于是来自南海的鲍鱼，产自东北的辽参，广东出产的花椒，云南野生的松茸，天南海北的名贵食材汇集成一桌奢华的宴席。而在太谷商人的家中，这也只是一餐便饭。在王勇看来，晋商菜的精髓除了食材的名贵考究，还在于它融合了各地菜系的味道。太谷的晋商菜为什么能融合各个菜系的味道？主要就是因为晋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商号，各商号的掌柜每年给东家交账的时候，带回了各地的名贵食材和名厨，和本地的厨师进行了多年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晋菜和各地菜品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晋商菜。不同菜系技法融合，太谷商帮菜兼合众味。王勇不断搜集老的晋商菜谱，不断还原太谷商帮菜最鼎盛时的样子。本地的小米炖制辽参，太谷过油肉爆炒海参，粤菜的花椒与小米熬成粥品，深海的海参配以本地宴席上的肘子，几滴提鲜的太谷陈醋，一道鲁菜风味与山西菜融合的海参扒肘子便做好了。对于王勇来说，传承太谷商帮菜并非只是复制奢华的食材，更重要的是传承最地道的太谷味道。几百年来，在太谷人的宴席上总少不了两种食物，一种是胡平枣，这种一度被作为太谷人遭遇饥荒时用于充饥的山果，如今已是宴席上的一道菜。还有一种是太谷饼，这种用吊炉烤制的地方小吃，甜而不腻，酥而不碎，保鲜时间长，它的历史刚好和太谷人外出经商的历史重合。外出从商的太谷人行囊里总会装着太谷饼和晒干的胡平枣，他们从贫瘠的土地上走出去，又把巨额的财富带回太谷。胡平枣、太谷饼，几碟别致的太谷凉菜，热气腾腾的扣碗，木炭炖煮的铜火锅，在最传统的家宴前，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是最地道的太谷风味。无论是朴素简单的风味，还是奢华的太谷商帮菜，都是古往今来太谷这片土地上真实的风味。
柳惠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几十年里他始终围绕在做的其中一件事是传承一剂古方龟苓集。中国药典中记载，龟苓集有强身补脑、固肾补气、增进食欲的功效。相传龟苓集的古方源自于明代宫廷。公元1521年，明朝嘉靖皇帝少年即位，他自幼体弱多病，29岁时竟然卧床不起。朝廷下诏广征医方，两位方士进献了一种仙丹，嘉靖皇帝服下后身体一天天强健起来。嘉靖15年，公元1536年，皇帝喜得贵子大喜，把仙丹奉为御用圣药，赐名龟苓集，寓意服用之后可与神龟同寿。当时皇宫负责炮制龟苓集的是一个太古人，这个人是宫廷医药总管陶仲文收的义子。几十年炮制工作使得他对龟苓集的配方和炮制技艺早已谙熟于心。告老还乡之后，按照记忆中的方剂，他制作龟苓集给亲戚族人自用。后来这一方剂传到了太谷的一家药店。广玉远最初是一家叫广盛号的药店，得到了龟苓集配方之后名声大噪，此后广盛号更名为广玉远。到了清代，广玉远与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广州的陈李济并誉为清代四大药店。柳惠武最初和父亲学习制作龟苓集时，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系统的学科。龟苓集的制作工艺需99道大工序和360道小工序，此外28种药物分别要用28种炮制方法，这其中每道制作工艺对于时间和火候把握都非常苛刻。例如炮制鹿茸所需的醋膏要经过晾晒1080天，将20千克的醋晒成1000克才能收敛鹿茸煽动干风的弊端。整个龟苓集最终制作完成非常不容易。除了工艺的繁复，龟苓集的方剂更是堪称玄妙。这是一张广玉远留下的清代光绪年间的龟苓集说明书，与通常的说明书不同，这上面没有药材的名称和分量，而是有3采5行28嗅的字眼。他们说的三采，在药里边他是说的天冬地黄人参，就是三采就是天地人，五行它就是龟苓集所有的药材的色儿是5种色儿，味是5种味，所谓咱们说的28行嗅，就是每一种药材它的采集的地方都不一样，就是4面8方。3采5行是指药物的选取遵从5行理论，28嗅指的是从植物、动物、矿物中精选28味药物，正好与28星宿相对应。这样的说明书对于外行人来说更像是天书。龟苓集复杂的炮制工艺很多并没有文字记载，只是老药工之间的心口相传。寄生拔萃，志在活人，这是龟苓集遵循的古训。柳惠武传承龟苓集制作技艺，
在世道人心的变迁中坚守着不变的品质，是对这一古训的践行，也是太谷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恪守的信条。这与其说是一种努顿，不如说是一种智慧。2018年，国际形意拳交流会在太谷举办，来自5个不同国家的7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交流。这个每2年在太谷举办一次的国际盛会已经是第6届了。高宝东，国际形意拳交流会评委，中国武术8段。年逾80的他依然每天坚持习武，他所研习的武术就是形意拳。形意拳与太极拳、八卦拳一起，是中国3大著名内家拳拳种。形意拳的厉害之处在于一招制敌，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对手制服，其拳法变幻莫测。太谷是形意拳的发祥地之一，形意拳能够在太谷发扬光大，与晋商文化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明清之际，太谷商号票号云集，各大镖局也伴随着商业的繁盛，成为太谷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镖期之日，太谷各大商号里堆满了元宝。为了安全起见，每一个商号都会从当地镖局雇一些拳师护院。道光29年，也就是公元1849年，直隶深州的拳师李洛能被当时太谷的孟家请来当护院。李洛能字能然，世称老能先生，他武艺高强，在华北一带有神拳李的美誉。李洛能在心意拳的基础上创新了一套拳法，取名形意拳。孟家请到李洛能后，介绍自己的亲信拜李洛能为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学习形意拳，守护自己的家业。这其中有一个名叫车义斋的年轻人。车义斋曾经在商号里做过车夫，在师从李洛能后苦心钻研形意拳，20年如一日勤学苦练，每次与人相争总是手到擒来，胜券在握。车义斋成了李洛能最得意的门徒之一，而他在研习拳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意拳风格，最终成为形意拳历史上的一代宗师。车义斋广收门徒，弟子众多，经历了几代弟子的传承和发展，这个拳种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科学的武学体系。车义斋武馆坐落在太谷县贾家堡村，这个青砖青瓦的四合院内就是当年车义斋传授弟子练习形意拳的地方。武馆在高宝东的打理下保持着最质朴的样子。有的人在问我了，他高老师，人家都社会了，你到现在了还是义务了？我说我是国家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个传承无所了，这是我的义务跟责任，所以我呢则不收钱。
20世纪70年代，高宝东开始义务传授拳法，直到今天，这个院子还是他传授武艺的地方。我是小一群第四代村长人，我在这个院里面了，70年代才开始传授小一群，现在我的徒弟徒孙，连徒孙都有了徒弟了。现在咱们乡一群正在这村的第八代村人了。一招一式，拳脚之间，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徒弟们不断领悟武学的精神。寒暑交替，斗转星移，这个院子里走出去的弟子，在全国各类比赛中屡获大奖。有的弟子已经成为国家级武术裁判，在弘扬传统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形意拳讲究心意成于内，肢体形于外，内意和外形高度统一，这与晋商文化诚信的内核是相通的。会通天下的太古商人，在长途的跋涉中，要面对种种的复杂和未知。形意拳与太古的商业共同成长，太古也被公认为形意拳的发祥地之一。山西农业大学坐落在太谷，它的前身是私立明贤学堂，始建于1907年，曾开创山西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20世纪70年代，郭平义进入山西农业大学学习工作。我从1976年来到山西农业大学，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我已经是个老太谷人了，在这里啊，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教学、科研、生产和对社会服务的工作，满满40多年，在这里啊，真正工作了一辈子。几十年来，郭平义一直与谷子打交道。谷子脱壳为小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农作物之一。尽管如此，由于山西地形地貌复杂，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谷子的生长，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所产的山西小米品质参差不齐。郭平义所做的研究就是选育出不同的谷子品种，去应对不同的自然条件，从而提高各地区谷子的产量和品质，也就提高了山西小米整体的品质。如今，郭平义通过实验室选育的谷子品种已经走出山西农业大学，走出太谷。优选的谷子品种与现代化农业技术结合，使得各地市小米的产量和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山西省政府提出，到2020年，山西将建设30万亩绿色有机生产基地，让优质的山西小米产量突破5万吨。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动力就在太谷。郭平义和他的山西农业大学谷子团队用科研的力量在改变着山西小米的未来。太谷正在把谷子推向一个新格局。与山西小米一起发生改变的，还有山西农业大学所在的这片土地。2016年11月，山西省政府通过了在太谷建设山西农谷的初设方案。山西农谷将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打造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有效载体。
番茄小镇，太谷的现代农业项目是山西农谷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番茄从种子开始，就在这座全环境智能控制玻璃温室里受到严格的监管。这是亚洲最大的单体独栋温室，全年常绿，四时如春。现代化的农业工厂早已为一颗种子规划好了它从发芽生长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番茄在物联网控制系统下会最终结出人们预期想要的果实。从植株生长的快慢、果实大小、营养成分，番茄的一生都在系统的掌控中。今天科技创新打破了农业生产的时间概念，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正在改变着农业的未来，这一切都发生在太谷，发生在这个几百年前因为土地贫瘠，人们不得不走出去谋生的土地上。今天，山西农谷的规划建设雏形已经初步形成。山西农谷规划总面积1050平方千米。核心区规划面积200平方千米，以山西农业大学为核心，建设山西农谷科技创新城。未来的农谷将成为太谷新的传奇。从晋商传奇的历史中走出，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太谷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未来。就像一棵大树的年轮一样，古城内沉淀着晋商传奇的历史，古城外延伸着晋商后代的未来。曾经贫瘠的土地将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变得富饶。走出历史，直面未来，太谷人用时代赋予的机遇去改变脚下的这片土地。传奇在历史的行进中更迭变换，不变的是太谷人的智慧和勤勉，它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开启未来的密码。